大家好，我是甜儿。关于我要不要去上班的这个问题，我已经想好了。首先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给的建议，看到那么多粉丝朋友的关心和建议鼓励，我非常开心。特别是大家认真评论给予建议，有很多朋友还给予私信给我分析道理，我非常感谢一路的支持。每一位粉丝的朋友的评论我都是一字一字的看完了，我自己也想了很多，也想了很久，所以觉得不屈。有太多朋友说的太对了，想象和现实是不一样的，努力做好一件事吧。其实那天我把时间听错了，我一直以为是做二休一，就是做一个全天，然后第二天是行政班，就是半天，第三天就休息一天。这样的话我觉得时间还是多好的，对于我拍视频的话也比较方便，时间比较充足，所以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。去和不去，不去的话我就觉得多可惜的，因为时间好嘛，去的话就是怕后面我遇到一些事情的话就特别麻烦，所以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。但是后面我具体了解了一下，他们是做三休一，就是上两个全天，然后第三天是行政班，第四天休息。我听到这个时间以后，我就觉得时间肯定对不上，就没有的那么多时间去拍视频吧。因为有个朋友分析的很对哈，比如说你上班的话，他一个全天他不可能拍视频的，这样也会把顾客吓一跳。然后我听了大家的意见，然后我自己也想了一下，所以决定不去，想努力把一件事情做好，还是努力做好视频吧。在这里还是要谢谢各位朋友的建议，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我会努力的，谢谢，加油。